过了12点就是你的生日了。我刚刚好像有听到你的声音。喂，好。你都叫我怎么叫我的？好的，好的，我真的很想你。是属于姐弟恋，是相差了大概几岁？14岁。14岁，对，你比较大。是。那这中间很辛苦，很辛苦。嗯，虽然我大了他14岁，我该女人的时候还是很女人啊，而且他很疼我。嗯。他甚至是宠我，可惜他不在了。我竟然是在他走了以后，我才发现他那么宠我。那他往生到现在多久？一年又一个多月。他当天的状况？他出车祸，他骑着车子，在一条又直又宽的路上，竟然撞死了。一头就撞在桥墩上面，自撞。是，目击者说他第一秒躺在地上就一动也不动了。你在吗，黄家良？今天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交流了。我刚刚好像听到你的声音，黄家良。我们养了一只狗，它叫什么名字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，黄家良，你都叫我怎么叫我的？好的。你都不想我妈的，我好想的，你再一次抱我，抱我一下就好了。你在对不对？我去。好的，我真的好想你，你到底在不在？好的。他们用仪器看到你抱我了，谢谢你，是吗？阿德，你知道我很想你吗？来了，在这边。这台很少叫的哦。对。那哨兵，这台非常少叫的哦，那个要靠近才会来了，真的来了，真的来了，又叫了，快点，我捕捉点了，我好的，你在吗？他要抽烟了，哇，第一次比我去坟场还厉害，是活该，但是起码我知道了啊。过了12点就是你的生日了，我准备了一些你平常爱吃的小东西，这是陈伯华买的，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帮你过生日了，你开心吗？我知道你在这里，你可以跟我互动吗？牵我的手，祝你生日快乐。